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还将文殊菩萨证明法起这一首偈颂啊念一遍啊。我今以为诸菩萨，说佛往修清净心。人亦当于此会中延长修行甚功德。这首偈里面含义非常之多，我们要能够体会，要能够啊去学习。学习首先要学菩提心啊，就是要学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。简单扼要的说，那是真心呐，那是本性呐。人本来是这样，你我本来也是这样的，这就是大经里面佛所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这话你能懂吗？本来你是真诚清净平等觉吗？这就是佛吗？啊，现在怎么样？现在你呀，把你的真心迷失掉了。啊，我们学佛，学佛的目的何在呢？没有别的，恢复本性而已啊。所以《楞严经》上讲得好啊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了，你所得到的全是你自信本有的。啊，自信之外无有一法可得。啊，那么我们起心动念待人接物，别人对我们是用虚情假意，我们对人要用真诚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们要修佛，希望这一生能成就。他不学吗？他还在迷惑颠倒吗？我们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可不能跟他一样啊。啊，你要跟他一样呢，那你就退转了，你就错了。啊，你不是在修菩萨道啊，不是在修成佛之道啊，你还是在修三善道、三恶道。啊，这就错了。过去生生世世啊，无量劫中啊，我们都在六道搞生死轮回啊，从来没有觉悟过。这一生难得啊，第一个善根发现了，第二个遇到善友
为增上缘啊，明白了，不再干糊涂事了。我们以真诚心待人接物啊，就是不再干糊涂事了啊，还要用虚伪的心对别人，这叫干糊涂事。还要用染污的心对自己，是干糊涂事。所谓染污，简单的说呢，你很容易被外面环境影响啊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就是染着啊。现在讲影响，你会被环境影响。一般人哪一个不如是呢？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只有真正修行人，真正想回头的人，他不再被环境影响了。为什么？他知道环境不是真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啊！不再把这个当真了，包括自己身体，都不是真的。六道凡夫不知道事实真相，把这个假象当真，就错了。不晓得一切法了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这是叫真的觉悟了，觉悟不会再染着了。这个觉悟就是看破了，不再染着就是放下了，从内心里面放下啊，放下什么呢？不再执着了，不再分别了，不再有妄想了。终日干这个，这就功夫啊！那么跟一切人事物接触，用什么态度呢？随缘，自在随缘。自在跟随缘都是属于智慧，厚德智啊。自在不但是自受用啊，也是示现给一切众生看的啊，示现给他看，让他们看了之后啊，慢慢也会觉悟到了啊。你说为什么一般人放不下？哎，他能放下。很容易放下，一点困难都没有。我们早年韩馆长往生之后，我们没有想到啊，我们那个小道场起了变化了啊，由在道场
多年的老同学，起了烦恼了，那业障现前了，那这个业障现前就是造妖生事啊。啊，目的都是为了权，为了利，啊，名闻利养的都为这个。啊，那我处在这个环境怎么办呢？随缘，你要给你。啊，所以我们离开美国的道场，离开台湾的道场。这个时候正好李牧原居士啊欢迎我们到新加坡去，我们非常感激啊。在新加坡我们帮助他建立新加坡的净土学会，啊，在新加坡三年半，啊，又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，啊，在这个离开台湾、离开美国这个事情，我预先没预料到，啊，可是我们很欢喜的退出。绝不叫人生烦恼啊！你要名，名给你；你要利，利给你；要什么，我都满你的愿啊！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学，不生烦恼。不但不生烦恼啊，生感恩的心啊！韩馆长照顾我们三十年，成就自己的道业啊！成就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道场这副对联啊！所以我们是抱着感恩的心啊离开呀！啊，十年来，我们每天朝暮扩诵啊，都给他回向啊，都为他们祈福啊。我们应该做的新加坡的这个变化，我有预感。什么时候到新加坡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从台湾离开台湾到新加坡有二十多个人呢，台北华藏图书馆的老同学都是出家众我就跟他们说，我在新加坡我们有两位护法，两位当中有一位出了事情，我们就要离开新加坡了三年半，果然，啊，还好呢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真的就是佛菩萨安排的，啊，澳洲的移民部长，
啊，他也是多元文化部长，他管两个部。啊，要求我，希望我到澳洲，啊，帮助澳洲团结宗教，团结族群。啊，我也非常乐意呀，接受了。啊，所以他给我一个永久居留的签证。啊，这个永久居留签证是在香港领事馆拿的。领事发给我这个签证，不是在他们一般柜台，是在领事的办公室，非常礼遇啊，客气啊。那都是法师，我们国家发这种签证给你，这你是亚洲第一个人。啊，那天中午我们在一块聚餐，谈得非常愉快。啊，我这次跑到亚洲，到这个澳洲去了。啊，澳洲的语言呢就非常殊胜了。啊，这真的是我们想象不到啊，都是佛菩萨安排啊。啊，到澳洲没多久，我们就跟澳洲大学接触。啊，在这知道啊，他们国家的政策，把团结族群、团结这个宗教这个工作，让大学去执行。啊，这个做法非常开明。啊，我非常赞叹。我们在新加坡团结九个宗教非常困难，那是居士联个别给宗教去联系的。啊，做的虽然很辛苦啊，做成功了。啊，那么这个澳洲呢，那是国家在推动。啊，所以这个工作做起来就轻松，就容易多了。啊，那么911事件之后，昆士兰大学，它有个和平学院，啊，邀请我参与讨论怎么化解冲突，怎样促成呢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。啊，所以我也就参与，代表学校，代表国家。啊，参加了很多次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这些都是无法想象的。啊，在我们讲呢，随缘，自在随缘呐。啊，大学里面去上了几次课。参加几次这个国际会议，是我们对于这个现前的教育，跟现前这个国际的状况大致上有所了解了。再回过头来想一想，西方许多宗教讲到的世界末日，我们看到现实的状况，不能不忧心呐。末日
正的因是什么呢？真正的因是人的心性不善啊，恶业感召来的啊。那么许多人问呢，这个末日什么时候会到来啊？来终会是要来的，但是我想呢，我这一生呢可能遇不到，我没那么长的寿命啊。世界上许许多多有事之事啊，大家的看法了，总是在30年到100年之中，那有没有救呢？我们先前努力在做的这个工作，就是来化解。我们天天在学华严，华严是希望大家有正知正见啊，希望大家返璞归真自爱爱人啊，尤其是我们最近这几年特别强调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的根本教育啊，这真叫扎根教育啊！如果没有这个根，学什么都不能成就啊，学儒学佛学道都不会成就，就扎根就比什么都重要了啊！需要多少时间呢？我预定的是1年啊，1年你就能把这个根扎好，你要真干呐！要真正有这个认知啊，有这个觉悟。救自己救众生，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如果你不能自度，要想度人，佛说无有是处啊！你要想度别人呢，先度自己。佛能成为佛，孔子能成为圣人，什么原因呢？都是先自度了，而后再度他嘛。先成就自己，再成就别人嘛。成己成人，最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把《弟子规》、把《太上感应篇》看作是我们根本的戒律。佛家的学习三学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这三门东西是根本戒，别人做不到，我们要做到。
啊，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我们见人都行一个90度的鞠躬，现在人看到好像不习惯了啊，一般人见面点个头就好了，哪有90度的鞠躬礼？90度鞠躬礼在哪里学的呢？在台中李老师那里学的。李老师到80岁，见客人、送客人，都是90度鞠躬礼。啊，客人乘车去了。他在门口一定看到那个车拐弯看不见了，他再回来。啊，老师没有感觉到别人看到奇怪。啊，那么我们这样做，别人的感受呢？真的有感动。看到什么？看到老师的诚意。真诚心对人呐，啊，我们从那个时候学到了，啊，今天我教人也是如此啊，啊，我们在庐江办这个文化教育中心。用一个小镇来做实验，小镇的居民48000人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大家一起来学《弟子规》，现在不到半天呢，啊，效果真是出乎人意料的满意啊！这个小镇每一个人见面都行90度鞠躬礼啊！地方上领导看到之后了，哎，他们现在也行90度鞠躬礼。从这个地方，我们能够肯定圣人所说的人性本善的，啊，《三字经》上讲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只要有人教啊，有人带头啊，啊，大家正欢喜做啊，啊，你两个人有过节，有什么这个不愉快的，90度鞠躬礼鞠下去了，哇，问题解决了。啊，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没有了。礼貌不能不讲求啊，不是不重要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小镇里面，以前这个夫妻吵架很平常啊，很多啊，现在没有了。啊，婆媳不和，现在也没有了。小朋友懂得孝顺父母了。啊，邻居能够和睦相处，互助互助。这都是以往没有的现象。啊，我们这一个试点做好了，希望其他地方都能照这个样子去做。每一个村镇都能这样做呢，
这个国家真正成为和谐社会啊，一个和谐就能够带头让世界和谐啊，所以这个事要认真努力做啊，只有这种认知啊，这样的行持，人生才有意义，才有价值啊，才有真正的幸福美满。这修行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前面清凉大师讲为顺皆顺，这一般人很难做到，这一句话也很难懂啊，怎么说为顺皆顺？为顺是两方面的，同时都起教育的作用。我们以古人这个例子来说，宋朝的岳飞尽忠报国，他是顺心德，啊，被秦桧害死了，啊，秦桧是为自己的名闻利养，他真的是担心啊，如果岳飞真的把金兵赶出中国国境啊，把宋徽宗宋庆宗迎接回来，秦桧自己心里很明白，那将来这个宰相肯定是岳飞了，不是他了。那不能不把岳飞整掉啊！那么宋高宗，我想跟他也是同样的心情。徽宗是他的父亲，庆宗是他的哥哥，哥哥比他大不了多少。那回来之后，这皇帝位子是不是还要让给哥哥呢？一个不愿意把皇位让给哥哥，一个不愿意把宰相让给岳飞。岳飞只好受委屈了。你看这个顺跟伪，顺为戒顺啊，戒顺是什么意思？两个都是老师啊，教导中华民族的后裔啊，两个都是好老师啊。啊，你到杭州西湖，你就看岳坟，你看看。那就知道了啊，秦桧夫妻两个那个铜像跪在岳坟庙的前面，跪在那个地方，
这就教育。啊，岳飞是好老师，教大家要精忠报国。秦桧夫妻两个也好老师，教大家了不要当汉奸，不要害好人。啊，你害了好人，就像我这样子，为顺皆顺。啊，所以他们对于民族精神都有贡献的。啊，一个是从正面的，一个从负面的。啊，都是民族精神教训的导师啊，啊，教训的材料啊。啊，所以只有菩萨清楚。啊，我早年还没学佛之前，我就有这个认知。啊，有人问我说：“哎，这个秦桧是堕地狱永不翻身呢？”我告诉大家，秦桧照我的看法，应该在天堂。他怎么会死呢？他做了多少好事啊！你看这个将近一千年来的时候，他像跪在那里，让很多人看到之后，不敢干坏事了。这就是他的功德了。啊，他的功德绝不亚于岳飞啊。为顺皆顺。那么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了误会的人。啊，那对我们了解不清楚。啊，误会的人。或者是听到外面闲言闲语，啊，有些破坏伤害的人，他信以为真，啊，或是诽谤，或是侮辱，啊，或是伤害，我们很清楚啊，我们对他决定没有丝毫嗔恚。啊，赶紧离开，离开依旧对他赞叹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对我们有恩德了，有一天的恩德，我一生就赞叹他一生的这个、恩德。啊，对我有不义的事情，绝口不提。啊，不但绝口不提，心里头决定不能有这个印象。对自己来讲，大幅度把自己向上提升了。对于教化众生来讲的时候，这做了很好的榜样啊。啊，所以我常常奉劝联合国从事和平工作的这些仁人志士啊，啊，每一次参加会议的时候，我在大会上说话，我都会提出来。化解冲突要从哪里开始呢？从我心开始，必须把自己内心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物对立的这个念头要化解掉，啊，使自己内心对整个宇宙一切众生没有对立，我们就顺了。那当然是顺为皆顺，你还有对立，那就顺不了了。哎，那顺境你会生欢喜，逆境你会生嗔恚，你没有办法做到皆顺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不了解事实真相。
啊，事实真相，《般若经》上讲的，决定不能忘掉啊！《大般若经》讲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你要能体会，你要能明了，啊，顺境，是无所有，是毕竟空，是不可得。啊，逆境呢，也是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，它不是平等的吗？戒顺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些事实真相，你的心永远是平等的，永远是清净的。清净平等生智慧，不生烦恼啊。啊，那么在现在许许多多国家领导人啊，真正是想做一个好领导人，为人民化解苦难啊，都在呀、啊，祈求有智慧、高明的人指点他了，帮助他了。啊，我们做一个宗教人士，中国人讲啊，方外之人啊，也有这个机会。给他们做朋友，提供他们一些意见啊，建议啊，确实有一些领导人呢，他有感动，他有接纳。这就叫为顺皆顺啊，悲智双有啊，永远保持自心的清净平等正觉智慧啊，对于境界、人事也好，环境也好啊，总是要懂得自在随缘啊，幕后念佛很重要啊，重要在哪里？念佛才是究竟圆满的成就啊，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不在这个世界，也不在天上，我们终极的目标啊，是求生净土。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啊。啊，但是我们是凡夫，我们不是菩萨。啊，不是菩萨，是凡夫。最怕的是各因之迷啊，人决定有死啊，死虽然是身体有死亡，有生死，灵性没有生死啊，
啊，但是烦恼习气没有完全放下了，在六道里面，到哪一道去轮回，还是业力在牵引着你走，你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，这个很可怕啊！修到这么一个阶段了，不错了，来生怎么样呢？肯定得福报，人一享福就迷惑颠倒了，这个事情可怕，所以人间天上的福报啊，统统舍掉，不要了，到极乐世界去啊！到极乐世界就是成佛啊，待业往生，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，都是一生圆满成就。往生经里面讲的透彻，华严经末后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不能不知道啊！这是我们一生当中唯一希求的目的啊！那么这个世间事情，得过且过，何必认真呢？啊，总要有定慧啊，悲智双游啊，那个悲就是定的，大慈悲心的从定中升起的啊，智慧也是从定中升起的啊，大慈悲怜悯一切众生，这是个动力啊，在那推动着。智，这个智是全知，就是佛法常讲的善巧方便，你才能够应机施教，利益一切众生。文殊菩萨这前面两句意思确实深广无际啊，我们就介绍到此地。后面两句是劝贤首菩萨啊，借助把诸佛往昔修清净行的功德啊，就是利益好处，希望他呢向大家做个报告啊，这是后面两句的大意啊。人这个字是对菩萨的尊称啊。那么在中国佛教，通常下面加一个仁者啊，仁者就是仁慈的人，菩萨是仁慈的人这是在佛门里面最常用的
敬慈啊，对别人呢敬重的称呼。那么文殊菩萨对贤首也称仁者啊，仁者，你也应当在这一会当中，这是华严的第二会啊。为什么文殊菩萨不说，要叫他来说呢？诸位要晓得，他是当位的菩萨了。啊，什么叫当位呢？他正在修这个法门。啊，实性呢，这是第十性的菩萨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从初性到他这个地方，在行门里面呢是圆满了，啊，这一满呢是一切都圆满了。前面跟诸位介绍了，啊，不仅是实性菩萨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完全落实了。那么讲到的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等觉、妙觉，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这个样子，啊，绝不是说。哦，他升级升到上面了，这里都不要了，不是，那就错了啊！啊，像我们盖高楼一样，这是第十层啊。第十层是什么？基础。将来再往上盖，盖二十层，盖三十层，盖四十层，盖五十层。啊，我们把五十五个。菩萨位次比作五十五层，想想看，这五十五层是不是都在这一个基础上？没离开基础啊。然后你就晓得这基础教育是多重要啊！基础不打好，哪里会有成就呢？啊，基础怎么样打好？那靠自己的认知，你的认识，你的了知，啊，然后勇猛精进，把不好的那些习气全改掉，啊，而且要知道什么呢？要知道啊。每一个条目千变万化了，不是只装只说一桩事啊！啊，父母呼应勿缓啊，父母叫的赶快答应。对，经文上是这么写的，那不是父母叫我，我就可以不必答应他，可我就可以慢吞吞的爱理不理，你错了。所以你要想到菩萨戒经所说的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那换句话说，所有一切众生叫你，你都要像啊对父母一样的对人尊敬啊，这是信德的流露啊！你看看释迦牟尼佛，一点架子都没有啊，一丝毫傲慢都没有啊。对贫穷下贱的乞丐，释迦牟尼佛都非常尊重啊，都一样的礼敬。这叫礼敬祝福。你要不懂这个道理，你学了《弟子规》，死在字里行间，不知道《弟子规》展开来是变法界、虚空界啊，字字句句无不如是啊！啊，即使对我有不义的人，
他叫我，我也赶快答应了。啊，那你就真的学到了。啊，所以贤首在行门里的这个基础的教学，他完全落实了，落实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所成就的殊胜的功德，他自己亲身感受的，请他来说明，请他来做报告，啊，这是最好不过的了。啊，他正修这个法门，而且这个法门修圆满了。啊，所以由他来做报告。啊，那么菩萨，啊，文殊这一问呢，就问出贤首后面呢359首半。啊，他还有个半偈。来说明修清净心的功德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清净一定是平等的，一定是正确的，一定是慈悲的，一定是真诚的。啊，这个圆满就往上升了，就升到初住菩萨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